我妈妈，那是别人家。不可能，东东妈妈给他买了个最喜欢的游戏机。喂，东东妈，他每天都扫地呀、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太烦了。啊，碗都会刷了。哎呀，关键时刻都得靠我。听到了没？人家妈妈还优秀呢，连马卡龙都会做。反正好妈妈都是别人家的。马卡龙是吧？不就一个秤，两个蛋和打蛋器，再买个足够细腻的杏仁粉，他怎么会以为我做不出来？细砂糖里加盐，两颗蛋正好66克蛋白，分次加糖打发蛋白，打到拉夫的边角只有1-2厘米，再把过筛的粉与蛋白混合，再摊到盆壁上消泡2-3次，最后面糊才能呈现这种飘带状落下。马上过年了，那必然中国红啊！挤的时候在心里默数1、2、3，收，他自己也就摊成外圈的大小了。晾到揭皮，我用了40分钟，轻按回弹不粘手就可以扔到预热好的烤箱了。哎呦呦呦，出现小裙边了，烤好的壳先晾着，我再快速做个夹心，蛋液柠檬汁混合小火加热到粘稠，再分次加到已经软化的黄油里，最后打匀就是卡士达的夹心了。现在把晾干的壳小心的起下来，再用糖霜画个小脑斧，是不是很有虎年限定版的样子啦？再挤上夹心，两片一夹，虎年气氛组马卡龙设限，这难道还不够刷到我儿子的一番赞吗？再搭配我刚买的美汁源新春款产品，这么大颗果粒的橙汁是我家十几年来逢年过节必备的单品了。哎，歇会儿。哦，对了，像我这样打开快手，用 AR 一扫就能随机获得一张福卡，参与集卡活动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参与美汁源魔法表情挑战赛，还能获得一张指定款福卡呢。可爱里还有，又投河，又投河，拿来吧你！啊。哎，是我，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？怎么一天？这个空白的是二胎吗？妈妈果然还是自家的好。那个游戏机，喂，东东妈，你是打算买还没买是吧？那行了，知道了，没买。哎呦我的妈！一点都不好吃。啊，好好，妈妈做的好吃啊。妈，我觉得那天你跟花花 PK 输了。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那个蔬菜不新鲜。我这一大早去买的，怎么可能不新鲜？那我这儿的新鲜吗？山里啊。我妈开车啊，能行吗？相信我呀。放心吧，来给妈妈一个机会，让你见识一下秋名山车神。哎呀，往左，往左。杀！终于安静了，找得到了。哎，这谁选的这地方？小环境不错呀。你吃什么蔬菜啊？哎呀，我来点。怎么样？你看这排骨都烤黑了，自己直接上手吧。这油做的好吃吗？这肉明显都柴了。啊，明明很香，有脆骨，就脆骨部分感觉还不错。这青菜看着跟超市买的有啥区别？你蔬菜这儿能做成这样，我也不至于挑食了。行，回去我天天给你做这个。你这点什么菜啊？消化不良似的呢。哦，虾呀。哇，这个头还挺大呀。这咖喱味多地道啊，泰式咖喱的口感还行吧。锅包茄子，一起茄子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这个酸爽粉丝虾。我跟你说，这薯角绝了。是吗？我尝尝。哇，这个好好吃。哇，他是怎么把薯角做的这么外脆里糯的？你看，你也吃美了吧？那就当周末提前带您踏青了啊！我哥这么小，方便搭个车吗？大哥，方便方便方便！哎呀，哎呀，方便方便！哎，回见啊，慢走，走吧。你干嘛一路从后视镜看我闺蜜？并线呀，并线不是从这看吗？并线要看这个呀。你会开枪吧？你会开枪吧？爸爸，我有一个新年愿望，跟你小时候的一样。什么呀？小朋友，小朋友。过两天你妈不在家，我就做一粥饭，我爱吃的我就给你买。哎，赖宝还干活呢，走喽。哎妈，你能叫我这个单子上的几道菜吗？啊，这几道菜不都是你爸爱吃的吗？哎呀，有基因遗传，我总得学会自欺实力呀。看来儿子是长大了。来吧，第一个辣子鸡是吧？开始吧。鸡腿肉切丁，我知道你不会，咱家冰箱里有现成的肉丁，按照这个调料配方腌一下，明细你记好了啊，抓均匀，放冰箱腌一会儿，然后扔到空气炸锅里180度15分钟，最后2分钟放花椒和干辣椒，再扒拉均匀，最后出锅再倒一点花生。你看看是不是简单的要死，看这色泽是不是跟饭店一样，你尝尝，其实不辣。第二个花生米是吧？我教你两种，一种是琥珀花生，鸡蛋呀、糖啊、面粉这些都扔进去，和了匀。哦，对，还有油，这个是200度15分钟，中途鸡的翻面，看毫无难度。第二个是咱们常吃的油炸花生米，压根不需要炸，就这么简单扔进去，也是180度15分钟，中途翻面，最后撒个盐，完全不用担心弄得到处是油。还
这跟炸的一个味儿，挺脆的。第三个鸡腿菇，先切成片。哎，你不是不喜欢吃菌类吗？我现在爱吃了。哎呀，这就对了，多吃点菌类好。这个也是直接拌个料汁儿。时间呢，就看你想吃嫩一点还是干一点。我弄的是干一点的，俗称赛过肉，鲍鱼的口感。哎，给你下一个，我最期待了，脆皮五花肉啊！我先焯个水，猪皮扎眼儿，越密越好。翻面切一下，不切断，撒个调料腌一下，裹上锡纸，肉皮刷白醋晾干，摆到炸锅里啊，表面撒粗盐。看这已经是麻皮了，拆掉锡纸再烤下肉面。哇，跟我视频里看到的一样哎！你听声音，这脆皮看着就香，肉也烤得鲜嫩多汁。香啊！最后一个压轴的肯定是大菜，没想到吧？麻辣香锅只需要一块火锅底料，先来8分钟融化，加蔬菜再8分钟，一锅香喷喷的麻辣香锅就做好了，简单吧？怎么样？今天这些你都学会了吗？简单，当然了，肯定比我妈做的好吃，一下就把它拍在山上了。这是你做的？哎呀，这叫你吃美了吧？说好的那个。啊，安排啥 ？What？ 哎呀，不是这个，就破四，快买个五。哎，妈，你知道两种世界美味都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第一种当然是你做的美食啦。啊，那第二种呢？第二种当然是嗯，啥呀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嗯，你这个干嘛说话说半截呢？阿姐，你跟我来吧。就是这，快走快走！哎呀，走啊！到底是什么呢？那快去跟你说呀！哎呀，等我吃完再告诉你，吃点饭。哎，正好我也饿了，待会儿吃完说啊。这个是芝芝嫩牛堡，哇，双层的足量肉饼，哇，你还点了个芝芝厚牛堡，这超厚的肉饼足足有120克整块牛肉饼，看着就香啊呀！真够速度，你小子挺会点啊！哎呀，慢点吃，我给你喝口果汁。那我就喝这杯带奶盖的，嗯，味道不错，回去复刻。正好我最近在琢磨做什么口味的青团呢，你就点了。这两种口味，这个是榴莲芝士爆浆金团，哇，好多榴莲。这个是咸蛋黄肉酥青团，最经典的口味。第二种是什么呀？来告诉我。我也忘了。你要给王放心转达一下是吧？啊，我会跟他说的，放心吧。哎，妈妈，赵老师什么？哎呀，赵老师说让我跟你说，啥呀？不说了。哎呀，说呀，你倒是说呀、啊。他让我跟你说啥呀？哎呀，说呀。说啊。哎呀，说呀，你倒是。妈，今天好开心呐！为啥？你忘了？今天520，我一年就盼这一天，可以出去吃喽。咱们就只能在家自己复刻了。身在朝阳区，那好多快递都不发，所以我只能买到这种高战斧了。那个做法和口味，我是根据那个评价拍的。评价说口感是那奶油蘑菇汤，那我就用这个方法改良炒个口蘑吧。最后放两勺面粉，把这个汤汁收一收，这个蘑菇酱就做好了。酥皮最简单的方法就用那个蛋挞皮全都给它揉到一起，揉成两个，一张擀薄包蘸粉牛排，另一张用那个拉网刀拉个网盖到最外边，收收边，先用烤箱180度15分钟，拉出来刷个蛋液，再225分钟。啊，这才对嘛！最后摆个盘，你看这跟原版挺像的，不是吗？哎，那我可以去看吃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俩吃吧。哦，对了，快手616实在购物节就要来了，5月20日至6月18日，上快手搜索616，20亿补贴，实在送，平台好食物在购，和我感受实在人，实在货，实在价。哎，得找点仪式感啊。爸，咱俩一人一半啊，这样比较公平。这一半是你，爸，这个就归我了。这算什么？哇，传说中的大夫惠灵顿。哇，切到肉了，幸好中午没吃午饭，攒着肚子呢。嗯，妈，怎么都这么好吃啊？哎，爸，你那会也吃啊，那会也不错，我都想吃呢。哎呀，这气氛才对嘛，是吧，爸爸？这还真够实在的。